女星郭书瑶，瑶瑶欢迎。好，左边的明大哥。好，那麻烦工作人员先帮。这道菜系还好吗？很辛苦的地方。有啊，除了王大陆的大嘴之外，我其实真的还搞不清楚大嘴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。对，但是就是我觉得在内地其实还是有辛苦的地方啦，毕竟其实台湾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宝岛，我觉得台湾其实环境真的很棒很舒服。那在内地其实我们去的地方，因为毕竟是古装，所以会去比较真的原生态的地方，然后在高海拔的地区，因为我们拍到最高有到4500，海拔4500比玉山还高，所以在那上面空气又很稀薄，然后很容易喘，然后很容易缺氧，其实是的确是有辛苦到。然后还有古装是有很多吊钢丝嘛，对，然后骑马，我回来就胖了。我在那里的时候瘦，就是不到两个礼拜瘦了4公斤。嗯，然后回来就是因为去了外婆家，然后又跟妈妈在一起住，然后每天都吃得很好。对啊，骑马戏的时候马有点不受控。哎，你们怎么知道？因为报纸有写啊，报纸有写。啊，真的假的？查序的时候。哦，我有讲是不是？哦，我忘记了。你明明脸很年轻，但脑子只有。应该要补脑。那有没有补脑秘招？补脑秘招问我可能不太对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没有想到我有讲过啦。这件事情我记得，但我没有想到我有讲过。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在骑马的时候，原来是马师傅有拉着嘛，然后后来因为马突然失控跑太快，可能他太想表演了，然后马师傅拉不住就放手，然后我们就这样奔了一小段路。是因为脚架很紧，所以很安全吗？对对对对对，因为马师傅说大腿要夹紧，所以大腿很有力。我其实拔河的时候就练了蛮多力的。